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然后我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实况《马里奥赛船大会》第三站胜者的视角。那个第一站的胜者和第二站的胜者终于可以挑战大魔王吐槽了。那我们一样请娜娜帮我们念规则。有一死亡者格开启创造模式，飞回死亡处。对，二先跑两圈者为获胜哦。三可任意破坏道具砍击对手。四开赛前一定要拿一组船哦，其他随意。那游戏马上就要开始喽。开始了，走啊！冲哦！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那么快？我，哈哈，那你们太快了，撞到了，可以射。哎，你怎么把船？可以射。我要作弊，我已经抓到作弊诀窍了。那是几啊？中间的，好棒啊！无敌小荷叶，我被荷叶卡住了。哎、哦、呀，为什么还有那个？谁射的？我啊，太阴险了！我要疯狂的狙击你们，太阴险了！你看到我的画面有点lag，是不是下载太多东西了？等一下，我也觉得好累啊！有没有射到你们呢、啊？中箭的说一下啊！现在没有。哎、欸，我射到吐槽了。是油，你们两个人后面慢慢玩吧。对他啦，我往天空射，不知道能不能到的吧？回到也可以。我纸片，我看到纸片，射他！跑啊！赶快把弓箭射来给我，射爆我就可以射你。哇、哦，我被打了，好痛哦！没知道船。是哦，刚好这个水流刚好迎合我的方向。哦，你们到哪里去了？我怎么都看不到你们。没收到，跑！是我的画面太累格了吗？你说悲剧了，场冠军呢？嗯？哦，那荷叶好烦哦。你一直种荷叶吗？一直种不是？欸、那我开怪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没有开怪，可以 PVP 哦，会死哦。我说问你是要追到台，我是要放哪里啊？放后面。我可以放水上、欸。火焰？真的假的？火焰我自己放，可以放水上。火焰可以放水上，我玩到第三场才知道有这种事。它烧掉了。OK， go！哎呦，荷叶哪里啦？我看你们在哪里，我看到吐槽了，我要闪了。你们可以不要开这么快吗？你可以叫他不要开快，我又卡死了。是哦。耶！弓箭！我连自己的小船都坐不上去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要上去的时候不要拿着船啊，这样比较好上去。你们怎么不早说？我玩到第三场了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好像可以等你们的样子哎、欸。我先跑完一圈再放水吧。你这个人太拽了，我讨厌这样子。OK， 有气好可爱、啊，真的假的？先闪！我要变职业粉丝了，为什么？你不是无秋的粉丝啊？我为什么爆了 ？What the fuck！ 啊，我的弓箭被我打掉了，被我用掉了，烦哎、欸！没有弓箭吗？走啊，这障碍哪里啦？我卡在好后面哦。第一圈都还没跑完。出场我先闪哦，我第一圈也还没跑完。我还在那个三个分流的那里耶，我今天好累哥哦。这种上去啊，那个直接用走，可以不用坐船，可以直接用走的。我看到吐槽正在那个岩浆那边上坡那里了。有，我领先，我已经上来了。
有人说你训掉了啦，秋风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好累个哦，累个到不会动的感觉。真假的？一直冲到荷叶。哎、欸，我被自己的船往后推了。耶，又是弓箭，又是弓箭，好多弓箭，我四支弓箭了。好，那我来这边休息一下吧。他是不同跑。你以为那龟兽在跑、啊？对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准备攻击。这个荷叶太屌了吧？怎么那么准？哇，杜超，我卡在荷叶上面。荷叶有吸引力是不是？等一下。太阴了。搞不好就输了。你们在哪里？不要跑，留下来跟我 PK 啊！啊，我被射掉。哎、欸，那我撞的。哎、欸，我掉到河里了，我要死了。悲剧啊！悲剧、啊！悲剧了！啊，我没事了，我没事了，我要闪了，我要休息太久了，让你。先闪，先闪！我竟然死了。走了走了，我要闪了，我要闪了。我被打了。耶、yeah, ，有弓箭，所以弓箭，弓箭好东西。啊，晚上了，追到你，真假的？碎碎，两个弓箭，四个弓箭，弓箭被接走了。啊！不要射我！碎碎碎碎碎，走走走走走。哇、哦，射到自己的，直接 P 了 ，PVP 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赶快 PK 一下、啊，等我一下。兔嫂追过我了，兔嫂追过我了。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啊，超慢的。兔嫂，哦，被自己的你可以开弓箭，也又是弓箭，太棒了。也又是弓箭，我要继续捡。弓箭万岁，我喜欢弓箭。冲啊！放船啊！放船！啊！不要射我！哦哦哦！哦哦！哎、欸，劈掉了！可恶！你都没有撞到漩涡。你们已经到漩涡了，会不会太快啊？哦！我要直接走过去。哎、欸，走比我慢。哎、欸，要按没按到按钮？哎、欸。我要被追击住！耶耶耶耶耶！追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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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走走走走走！我这一场玩的好烂哦！秋风，你可以在终点前面阻挠我们，你可以直接飞到终点前面阻挠我们。我现在就在终点附近而已，我才刚跑完第一圈。大了！真的，我太累个了。OK， 我要去火焰区了，岩石啊不是岩石，岩浆区了。等我一下啊！这荷叶建议干掉啦，太贱了啦！先停手机。我要在这边干掉你，我不要往前走了，我放弃了，我弃权了，我要在终点狙击你，把你干掉。直接放弃有没有？冲啊冲冲冲啊！兔手兔手，我追来了，我在船。沉下来，那、哦、我要去火焰区等你们。屁啊，这边鸡也太多了吧？他们也生太多只了吧？太会生了！直接把我推，直接把我推掉哎、欸！我直接在岩浆区要射爆你们的船呢！我已经找不到你了。没关系，我先去岩浆区等你们。哦，我想把荷叶打掉，真的。可以打掉啊，可以打掉啊。OK 的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也可以把它打到之后再装回去。我已经用到48艘船了。我还有44哎、欸。我还有59。Yeah, 我要经过火焰区了。这里怎么一堆鸡呀、啊？不是火焰区，岩浆区了。哎、欸，你到那个很多鸡的地方了。对啊。我看到了， okay. 看到纸片了。哇、哦，狙击纸片，一直被。这是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不可以在天空哦！我在山上。厉害、啊，山上！等一下，有没有看到我？我
看到了，我要闪了，真的太危险。根本河野安奈。哦、欸、哦，那个加速剧前面不能放河野啊！死了，没关系，死了，纸片被我干掉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跟回去。东西喷了哈，把你的东西都吃完。我要拿我的武器。我看一下，我看到你了。吃完，弓箭都变我的了。这个不能是鸟烂。接下来换你。求你要玩吐槽。不要，我直接上都上不去。哎、欸，我上来了。哎、欸，纸片又回来了。想要赢不可能。啊！我要走了，我不然你走不到。啊！别走。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。啊！我被射了，我被射了。呀、哦，没看到人呢、啊。啊！出手来了，出手来了，糟糕！拿弓箭射你啊！我们已经在大乱斗了。悲剧，悲剧，悲剧！我要死了，屁呀、啊，我要死了！哎、欸，我就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等一下，我打到自己了，什么鬼？等一下，为什么吐槽赢了？我打到你了吗？屁呀、啊！什么鬼？哎、欸，吐槽赢了！吐槽赢了，屁呀、啊！